太牛了，太牛了，太牛了，这也太牛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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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也太牛了。现在是2022年10月16日下午16:07，在京港澳高速321公里处，一头牛从车上掉下来，交警、路政、养护、机电、多方协作，把这头牛啊从路上赶下来了，避免了事故的发生。刚才牛掉下来非常危险，多车躲避这头牛，险些发生事故。